やばいね。バタフライとオハンシシファニーがバトルだね。オーマイガー！哇！跟彩排不一样啊。Let me help you。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team 的定心丸，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去完成这个表演。说说看，我麦可以吗？可以的。哇，李正导，最开始选歌的时候，本来我最想选的是那《我欢喜喜欢你》，刚走到六的旁边，莎莎莎莎莎莎，我教你，我教你，舞蹈、日语都可以，我唱歌也可以。不知道我当时完全是冲博远去的。博远君と一緒にやりたいと思ってもまだ難しく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博远に中国を教えてくれる。我当时看着博远面善，有博远哥在还是蛮安心的。我会比其他的学员学习能力要差一些。David， 你的日语很好，我知道。耶、yeah! ！我看见博远，就是很轻松的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之中。在一个多达七人的团队里面，能够被大家信任，那也是我的荣幸。他有力奈斯巴萨德 ，OK， 是德他。博远哥相当于我们队伍的 leader， 因为一直是他带着我们去练，而且掌握着我们团队每一步的节奏。角度我停住别动，稍稍，哎，右脚真的出去，擦，右脚真的出去，对对对对，哎，这怎么出？余計なことなんて。博远哥有这种可靠感，你就可以去相信他，就是像大家长一样带着我们，照顾我们，然后。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很饿呀。我也饿啊，对，快。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好，你可以，待会儿可以一起吃。现在还有，现在53了，52了，我们还八分钟。博远是一个快餐。对。昨天是啥事？博远在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那句话，他吃过的饭比我们吃过的盐还多。拜拜武神，跳舞神。咱是拜拜武神，公演必过。哎，你要不回房间休息？真的，认真的。你回去睡觉吧，没关系。要说你会很累的。赶我走。回去睡。回去睡吧，走吧走吧。一大把年纪了，睡吧。哎呀，回去睡。把他送走了。他们都说你是大家长。我是的，我承认，饭没少吃啊这几年。好不协调。我来到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一个领域，然后所有的学员一看就会，我一学就废。因为我是零基础的一个人，就动作不协调，但是我觉得这次非常的幸运，大家来帮我扣细节啥的。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刚刚说了右脚的脚要踩起脚跟，那反过来同样的顾名思义，这边左脚我觉得博远他就是特别喜欢跟你讲道理。与他相反的教学法那就是张张，直接拿我的身体像拿一个橡皮泥来去塑造一个形，硬掰。门邪圣刚，他就是示范型的，就是他给你示范，我都很喜欢。明日の予定もわからない。刚是谁把撞飞了？那个大卫。队友们，他们也。把我这个事情也当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分时间，比如说从1点到2点谁陪我？大卫，这还是慢了。从3点到4点谁陪我？这个还要错，这个还要错。从4点到5点啊，然后就是这样。你是第一个蹦的，你给我站着。我记得。那你为什么不做？你要是感觉累了，你还不如多喝咖啡休息10分钟再来，效果会比较好。你跳100遍这样的。
你不如敲一遍那样的。是是是，你懂吗？你这样敲没用。嗯，今天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就是那个，就是今天就是私下不是叫我了吗？怎么跟老师？他就是说就是。哎呀，我现在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我知道。会有担心，如果他们的淘汰的话，我就觉得很难过。我一定要跟上，我可以。我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不想因为我这么个业余的爱好者而拖累大家的梦想。有一本书叫做大卫不可以，但是我要成为大卫可以。 OK no problem。 舞蹈我们要不过一遍，现在不要过，相信我不要过。有请 Butterfly 和我欢喜喜欢你。一妹弟，大家好，我们是被选召的孩子们。被选中的孩子，这是动漫里出来的。大家好，我是代表有请回声，来自日本 King Artist 的 You， 新年有请，谢谢。大家好，我是代表长崎回江，我是来自日本。那是有的，没写先看，谢谢。加油加油！川婶们，大家好，我是代表知识徽章来自俄罗斯的大卫。大家好，我是代表爱心徽章来自喜欢季节的张张。我是拥有一颗纯真的心，代表纯真徽章来自挖机娱乐的傅思超，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代表希望徽章来自黑金娱乐的 Small Baby 韦小宝，小宝同学韦宇杰。大家好，我是代表勇气徽章来自白色系的博远，谢谢。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光明徽章在哪里？最后的光的勲章啊，みんなだ，是你们。好，谢谢。哇，好亮啊！这个，他们有道具啊，他们有 buff， 他们进化了。哇，他们赢了一半了的感觉。哇，好强啊！